我们这一期依然是初舞台排位赛，看看下半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咱俩就是一辈子的兄弟，一辈子的脸就丢尽了呀！什么东西呀？在下，一八四，谁问你了？短小精悍，但是有共鸣。 阳光普照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居然流眼泪了！这个对我们刺激挺大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把它扔到电影里边，一场戏不太精彩了。我感觉娜姐把自己的一生都想起来了。我太有共鸣了。来，我们看一看这个作品的分数。上万，上万，上万！扎一下，扎一下！没问题，满分。